宋总，你先走吧。哦，你走，南京哥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詹哥，顾部长。嗯。詹哥，你是不是养宠物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你那么的随和亲切，一看就是爱心爆棚，所以我猜。你有什么企图？ 是这样的，我马上要去复训一周了，我家有一只小鹦鹉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养几天？鹦鹉啊，没问题。什么时候交接？要不现在？我等会儿还有个会，要不下午吧？行，那我就在家等你吧。啊，我家就住在顾部长家对面的那栋楼，你应该知道那地儿哈。这么巧？啊，他是我的房客。 那要不一起去看看鹦鹉？我还有加班，就不凑热闹了。好的，您忙。这次复训，不要再犯上次的错。顾小媛，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？等会儿见。嗯，好，谢谢战哥。Hello， 张哥，请进，请进。那我直接进了。啊，这是你的鞋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正在收拾东西呢。是吗？给你倒点水。好。你飞行员的家果然不一样啊。来，张哥喝水。哎，好。第一次来你家，送你个小礼物。 这个是什么呀？看着好酷哦！听说你喜欢手冲咖啡，送你一套手冲装备。天哪，我麻烦你，你怎么还给我送礼物？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我正好也想养只鸟，这次就当是预演了。Poll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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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lly
帕里，帕里脸怎么红了呀？帕里，那战哥，你先跟他玩会儿，我去给你们做个咖啡。哦，不用了，你们接着收拾吧。不介意的话，我给你冲一杯。不介意啊，太好了，我的豆子就在厨房里，你随意挑选。好，那我去收拾了。稍等一下啊！哇，这么专业！咖啡的冲煮是极其精细的，只有合适的研磨度、分水比，还有水温，才能将咖啡豆的风味完全展现出来。
你真是我见过最独特的工程师。酸度刚刚好，哦，这杯子有点意思啊！哦，我在陶艺店做的，送给你的，手工打造的啊，太好看了，谢谢战哥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在厨房发现锅把松了，我给紧了一下，然后冰箱有异响，是平衡不好，我给调了一下。天哪，战哥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我不好意思了。嗨，职业强迫症。这只可不是我教的。黄丽，这几天你就要借住倪总家了。来吧，说个拜拜。拜拜，玻璃，你要懂事一点哦。来，给我吧。哎，谢谢战哥。安婷，哎，回来了。啊。我就不上去了啊，我得赶紧把玻璃弄回去，要不然变坏了。啊，我走了。嗯，放心吧。谢谢战哥。嗯。慢点开，谢谢谢谢。好。你不是要加班吗？明天复训不用加班。